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本期《非你莫属》为您带来我们的直言不讳。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调解团成员。话不多说，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倾诉人。小刘，23岁，天津人，某公司职员。大家好，我是小刘，今年23岁，是一家影视公司的员工。目前我和我女朋友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现在我和女朋友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今天把她请到这里来为我们做一些调解。那你能简单跟我们大概说说，你需要我们给你们俩调解什么问题啊？她总会影响到我工作。就是比如我和别的女同事一起做一个项目，她经常会有一些吃醋的那种感觉，就会过来找我麻烦那种感觉。你们俩在一个部门吗？部门不一样。部门不一样，但离得很近。今天来到我们直言不讳，你最难的，现在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啥？就是我们公司那个老板已经跟我暗示过了，我们公司只能留我们两个的人其中一个。明白了，好，欢迎你来，先到台下就坐。小伙子挺内向的一个人。来吧，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请出第二位倾诉人，小刘的女朋友小张，掌声欢迎。哇哦，小张，21岁，职员。刚才听见你男朋友说的话了吧？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很尖锐，你们俩你想谁留谁走？我肯定是不想走的，因为我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实习期，面临转正，我觉得我转正的希望还是很大的。那就是你想让他走？我想的是，如果一定要走的话，要么就一起走，我肯定不能自己走。肯定不能自己走？对，咱走咱也得抱着他。对，我自己走的话太不公平了。不公平？嗯，你跟我说说你这不公平是什么意思？怎么了？他欺负你了？我们两个一开始感情很好，我们进入到一个公司之后，我们的感情还是工作变得都非常糟糕。我觉得在这3个月期间我是非常受气的。可是人家说你经常爱吃醋啊。那他肯定是干了。我觉得不好的事情我肯定才会吃醋。行吧，咱们坐下边聊边说好吗？好。哎呀，小刘，我可没有啊。你说没有就没有，你要是没干那些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吃醋啊？你俩什么情况？那就得从头说。对，首先吧，我来这个公司他是不知情的，他一开始就是说过希望我实习的时候不要去他们公司实习，然后我是在瞒着他的情况下进入到了他们公司。我为什么？我问一下，谁先到的公司？我先到的公司。你先到的公司？我已经工作1年多了，在这个公司。你比他大是吗？对。哦，大2岁。我们在大学期间就是情侣，已经谈了2年了。我希望我们工作也在一起，我能就是我想黏着他。而且他越不让我去，我就越觉得其中有什么猫腻，我就越想去。好家伙，你这孩子主意也挺正的。在公司期间吧，他就是一直说自己是单身，别人问他，他就说自己是单身，从来都不说他有女朋友。而且我想过要公开，然后他不让我公开。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和我的工作都搅混在一起，我觉得工作就是工作，感情是感情。抛开工作来谈，我确实是很喜欢他，但是上班的时候我是特别想把我的工作和我的感情来分开的。我们公司里就是他有一个我看起来关系很不一般的女同事，他们当时合作一个项目，他给那个女同事买了早餐，但是我进到公司以后他都从来没有给我买过早餐。哇哦，为什么要有这种额外的关系呢？那一阵子我就给他买过这一次，而且那一阵子是我们在一起一个组一起做一个项目，我给我组里所有的员工都买了早点，没有对他有任何的额外的示好或者表示。没有没有。那你怎么说一直给人买早餐呢？我首先我看到的是那一次，而且后来吧
他和女同事也一起出差，还是这个女同事一起出差。除了你们俩出差还有别人吗？没有了，我跟他说过是公司安排的，我没有办法拒绝，如果拒绝了我这一部分的提成可能就拿不到了。他是跟我说了，但是当他出差之后吧，我就是不放心嘛，我肯定要给他打电话呀，我肯定要，就是很正常，女生要查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打电话他也没有接。我从白天就开始在一直工作，你中间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期间是不是接了一次？然后当时我在剧组里寄东西，就因为你那一个电话，我少寄了两条，然后导致领导一顿给我批评。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影视后期的员工。哦，影视后期的。对。还有其他事儿？他谁有其他事儿？出差。他，我最后不是没接他电话吗？他大半夜打到人家女同事那儿了，然后那个女同事早晨问我，哎呀，这个小张打电话怎么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找你呀？大早晨就给我整得很尴尬。你给人家一块出差的那女同事打电话？对，因为她不接电话，我很着急。但是你打那电话也确实有点冒失啊。咱说实话，你这个让我，如果说我跟女同事出差，她老公给我打电话，我真的觉得很别扭。你关心他，你找我干什么？你这不就是弦外之音，就好像是我跟他怎么着了，是有点什么似的，对吧？那我也是着急到不行了。哎，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平时在工作当中对你挺关心的？我觉得就在跟我捣乱一样。捣乱什么意思？就是我明明在这工作干活干得挺好的，他非得过来问我一句干什么呢，然后需不需要什么？你给我学一下，你一般怎么过来跟他搭讪问他呀？我就是可能会走过去，中午了我就问他，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点个外卖？那你不怕同事听见啊？因为我本身就是想公开的。你就是想故意让大伙儿知道？对呀、啊。他就是他不想让大伙儿知道。大卫老师，你问问他，他爱他吗？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也想问啊、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姑娘？我喜欢。你们俩当时在一起是为什么？就是我追的他。你追的他、啊，你觉得他哪儿好？他长得，你看他高兴的，你看他表情，身高也挺高的，然后当时也很体贴，对我。他就是觉得我以前很体贴，但是到一个公司之后，我就变得无理取闹。我俩本来就在一个公司嘛，我有问题，而且我是新来的，他已经待了一年多了，我去问他。他每次都是很不耐烦。公司给你安排了指导你的人，你去问他不就行了吗？为嘛非得跑过来问我？然后我给你讲完了，耽误了很多时间，我的工作我又没完成，导致我还得加班。他加班的时候你干嘛呢？他加班我陪着他。啊？他就是在那儿等着我，我感觉他那个陪着我就跟监视我一样，我在那儿干点什么他都过来看。我看你们俩都是天津人。对。那他这行为不就是咱说秋后的蚊子死定？可以那么理解啊，就你几点走他几点走。你有活吗？我没有，我就是想看着他，我在旁边我也没有给他捣乱呢。但是他有一次就很离谱，我在那儿不干着活了吗，他就非得过来看我一眼，然后不小心把那个电源踢掉了。我本来那个工作都快干完了，导致一下子那个剪了视频又得白剪，然后我们又重做了一遍，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他什么。那后来我也给你们道歉了呀。是道歉，但那工作我不是还得自己重新做吗？你现在是不是多少觉得你女朋友对你的关心和爱，还是她想还有她想做的那些事儿，有点压得你喘不过来气？对，我是觉得她在家里没事黏着我就黏着我，我可以接受，如果在公司也没事就过来找我，这样会给我工作造成困扰。你们领导是怎么发现的？他因为他有时候他同事会起哄，那帮小伙子，对，就有时候会起哄。你看我总等着他，总给他点个外卖，点个奶茶，然后他就同事就起哄啊。每次起哄他就是咔就变脸了，一提到我，他同事一提到我，他马上就变脸，就很不耐烦啊，就说都散了吧，都散了，别在这说啥呢。他就那样，就很不耐烦，就好像多嫌弃我一样，就不想跟我扯上一点关系。你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就是。我不喜欢就是那种在公司被别人议论那种感觉。我理解，你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情感生活，在公司当中成为你被大家谈论的主要内容。对。但是你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啊，人家也是奔你来的。他对我就是和普通同事一样，甚至就是还不如普通同事，
就是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我俩吵架，他吵架就是很凶对我，然后第二天因为要交片子，交片子本来甲方约定的是10点，结果9:30就到了，那时候我正是就是去上班，还因为前一天的事情确实就是有点影响心情，心情不好，我就想出去透个气儿，缓解一下情绪，但是我不知道甲方他提前到了。你去哪儿透气儿了？从公司的工作岗位上离开了。对，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带手机，但是我没有提前回来，就是导致可能延误了一段时间交片子，甲方就是说以后不会再跟我们合作了。啊，确实我造成了一定的失误，我承认。公司丢了一个客户。然后领导就又找他了，因为他是负责人嘛，肯定批评他了，然后他之后就是工作不在状态，他就觉得怪我。但是小张，就这件事儿来说，人家怪你也确实没错，丢了一个公司的客户，你们俩吵架不能让公司受委屈啊。对，就是不是因为小张把客户给弄丢了，领导给你施加压力了？对，我跟那个领导原来关系也挺好的，我叫他王哥，然后王哥最近已经很暗示我了，然后让我们俩其中只能留一个，而且他怎么暗示的？微信，他给我发了微信，我把那个微信给后面可以播一下。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播放一下我们小刘和他的领导的微信沟通语音。刘啊，这几天你没来公司，我呢还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再交流交流。其实你来公司这一年呢，你的这个成长我们是看在眼里的，大家对你评价都挺高的，但是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呢确实挺掉链子的。你跟小张呢相处这个事情本来我们是不应该过多参与的，但是你们两个这个状态呀，确实这段时间严重的影响到整个项目的一个进度。其实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高，对小张呢实习期间这段的工作呢表现也比较认可，但是你们两个年轻人之间不能把这个生活当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公司现在对于你们两个相处这件事情呢，我们不支持，但是从我当哥的角度来讲呢，我也不能明确的反对，所以说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清楚，妥善的把这事情处理好。真是好领导，你们俩真该啊，偷着乐赶上这么一领导。你要我们小叶总这直来直去的人，你真要是让公司业务受损，早就当面批评你们了，还背地里还关心你，给你发微信语音。你们今天的调解主题，我们要不要把你们职场当中的情场变成工作和爱情的坟场？我希望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不能这么下去。对，对你们两个人的前途是影响，对你们的感情也是影响。我想最后各问你们双方一个问题。你在听到王哥的微信以后，你希望谁留？我。你希望你留？我觉得这太自私了，这真的太自私了。他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让我离职这个做法已经让我非常失望了，让我对他到底爱不爱我产生了怀疑。要么就一起走。你别说什么两个人一块走，你就告诉我谁留下。我留下。你留下。嘿，好。你们啊，真正啊，践行了一句话，情比金坚，但是不是坚固的坚，是奸诈的奸。你们两个人都有小心思，你们的爱情，我说实话，在这一刻，在这个问题面前，稍微的有一些脆弱和不那么纯粹。我看潮汐已经摆上了支持小刘男方的这红牌子。根据刚才二位倾诉人的倾诉，请我们的调解团成员做出选择吧。大卫老师，咱这太难了，咱是调节情感还是调节工作呀？按什么标准调？你应该啊以此为荣，光调解职场显得咱单调啊，光调解情场又显得咱有点八卦。咱职场情场一起调解，走咱们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能问小伙子一问题吗？问，就是如果说你留了工作，最后的人生结局是你失去了他，你甘心吗？这决定了我投谁一票。但是如果我留住这份工作，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养他呀。来，咱们做选择。既然咱们是职场调解哈，咱们还是以他们俩留在公司这件事儿来作为落脚点。想必大家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不吐不快。果断的决定支持我们小张，
男生在今天他已经有了一定职业能力，以他的能力再去求得一份职业机会比姑娘容易。还有第二个呢，这也是考验他们俩情感到底是不是好的因素。如果说两个人都这么自私，互不相让，终有一天你们肯定会分手。因为男孩子肯定有很多点让你没有安全感，我也希望我这个力量能够让你去有机会听懂男孩子要对你说的话，我在精神上支持你。嗯，我支持亚云老师啊。来小伙子，咱们握个手。在这个场上小伙子做的一点毛病没有，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如果说我要泼一盆冷水的话，一定全部泼向姑娘。职场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地方，职场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创造价值的地方。所以说职场不相信爱情。第二个，姑娘爱过界了，在职场上谈爱情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是一件过界的事情。第三个，在办公室恋情，绝大部分公司是反对办公室恋情的，因为会把同事关系弄得特别复杂。所以说姑娘赶紧离职好吗？这是我的唯一的劝告。我觉得你这就是自私。来，咱们先听听李寻的观点。就你们俩人的这个恋爱关系，我就觉得不老正常了。一段爱情是以为对方为就是骄傲的哈，就至少我作为，如果我作为女朋友那一方，我是希望我的男朋友骄骄傲傲的把我介绍给他的圈子，这是我能够接受的爱情的模式。而且你是老人，他是新人，你总工作同事的关系，你提携提携新人，你也不用不耐烦，况且还是你女朋友呢，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觉得这女孩也挺作的啊，咱们该咋说咋说。你的男朋友因为你他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你就别再作了。其实我们这种模式就是从大学时期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感觉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再怎么作他都会哄我，他都能过来跟我道歉，他都能。不行姑娘，你这个我有点听不下去。我让他说这个，这也是好多女孩子现在的心态。那你姑娘能说我等着你呢。还没有习惯，到了工作中他就是对我变了。对，工作就是工作，你连这点都不懂，你这个你就别进职场了。淘气改了哈。行，一会儿问你。说句实话，你男朋友能力明显听出来，王哥说对你的认可，我个人觉得是有那么一点敷衍的成分。就那么回事。但是对你男朋友的认可确实是，哎，那我觉得是真正的认可。所以他有能力，他跟你谈恋爱，那让他再找一份工作，那么你呢就在这踏踏实好干，就你们两个人或许还有好的发展空间。我为什么选红的？我觉得男生应该留下。我选的时候应该留下这角度。第一，我觉得女生其心不正，她来这公司她不是为了我要好好工作来的，我是要看着我男朋友，盯着我男朋友，我是来谈恋爱的，这件事儿她就不应该留下。第二件事儿，她是真实的发生了影响工作这件事儿，一个职场人应该为这件事承担结果。所以这是为什么姑娘要走。男生呢，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好人，在这感情上不表明自己感情态度的，而且给别人造成暧昧空间，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有工作能力，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他没有过失，在工作上他没有过失，所以在最后这个选择上，我认为他应该留下，这是一个公正的结果。来，华瑶，我是选择支持这个男孩子，因为在男孩子的这个世界里，爱情很重要，但是他并没有丢到自己。但是我看到的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女孩以爱之名给这个男生套了很多的枷锁。对，爱是一把沙子，你把它攥得越紧的时候它流失得越快。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任何事情其实都有试错和止损的成本。那么在情感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确实是不合适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做一种慎重的考虑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很难去改变对方，除了对方愿意改变自己啊。你们俩现在生生的把职场中的情场变成了工作和爱情的坟场，要埋葬你们的爱情，也要埋葬对方的工作。尤其这女孩子那句话，要么两个人一起走。我说句心里话，你说哪个男孩爸妈听到未来儿媳妇说这话他能舒服啊？ 对不对？你还是年轻冲动。第二，我想说他俩特别有意思，问世间情为何物，不是只叫人生死相许，问世间情为何物，这玩意儿是一物降一物。你们俩就是一莫比乌斯环，你降他，他拿你。
你们俩是一三五一大闹，二四六一小闹，礼拜天扔钢板儿。真的，你看他这么作，你还跟他在一块儿，完了呢，他整天云山雾罩的，你想要什么就躲着你，闪转腾挪避，他凑齐了，他乐意。你还就你看你就还上赶上贴，在工作上你们也都算是专注，但他比你更专注，所以我认同李群的观点。刚才老板给出的评价当中，我觉得，要是从工作的维度来考虑，人家小刘比你更值得留下来。嗯。我如果是企业的老板，我希望要能干的，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嗯，你才来三个月，对你的评价真的就是泛泛之谈。嗯，但是在专业角度上，职场这块你们俩都不够专业，你们都在职场当中掺杂了不该掺杂的东西。我以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公司不让搞办公室恋情，确实职场当中有情场的存在，很容易让职场受委屈，但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公司是支持大家谈恋爱的，但是虽然我支持了，但是他们自己会主动选择。我的非常高级的项目经理，然后他跟一个新进的一个女同事两个人谈恋爱了，而且那个女生非常优秀，他俩没有影响工作，但是最后那个女生来找我辞职，说小月姐，我对公司没有任何意见，我接受不了。是当我回家的时候，他还在给我讲我工作上有什么不对，所以严重影响感情，代入感太强。所以说我真的很爱他，所以我要离开。所以你的那个员工是成熟度非常成熟。所以接下来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对于这对倾诉人，其实不必上升到太高的层面，对，就是从咱们过来人的经验，嗯，给一些解决方案吧。不管是职场还是我们的感情，它都是需要修炼的，都是需要成长的。没错。但是就你俩在一起这个情况，是谁也没法成长的，互相牵扯精力的。我的建议是两个人分开，因为他们把女生把太多的精力放到感情上了。你刚刚毕业，你有。那么多的 offer， 其实我是建议你去一个更能锻炼自己的地方，把注意力放到事业上面，先去成长事业。当你强大了，你的感情态度会不一样。但是男生，如果你能听从我所愿留下来的话，我希望在你顺利工作的同时，也去通过学习了解一下女性的思维方式，在感情里学会成长。如果你能学会在感情里成长，你能学会在事业里成长，又有合理的物理空间的话，我相信你们两个未来会有可能幸福的。如果说这个小伙子提升到优秀的程度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留下，就像我一样，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对，你比如说，因为我刚才赞同小伙子，是因为我站在一个企业家的角度来说，但如果说我站在姑娘的角度来说，我突然发现我老婆跟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跟我老婆也是办公室恋情，然后现在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就是因为第一个小伙子要做到什么呢？这个女孩子的爱要去引导她。就是告诉他边界感在哪，有些事情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说你们把职场的情场问题处理好的话，你们两位都可以留下，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我支持了姑娘，但是我要对你说，优秀的女生要建立在人格上的独立，不要像菟丝花一样攀岩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你的独立才能赢得他对你的尊重。因为职场是靠理性的，但是情感就是感性的，你们两个混淆了一切，在面对情感各自太自私，而面对工作呢又不够理性。所以我希望姑娘，今天也是你成熟的开始，也祝福你们能够有未来。借用雅云老师的话吧，面对感情你们都太过于狂热，但面对着工作你们又过分精明。是在这件事面前，我今天我很不高兴地说一句，我特别不开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竟然都说我留下，是这是爱吗？你告诉我这是爱吗？你们那一刻想的是对方吗？你还说我留下，我挣钱以后想他妈呀，现在你都不选他，还指着你挣钱养他，你能让人信服吗？哦，再说你爱他，你想过吗？你爱他，你是希望他好还是希望他不好啊？真正的爱就是我把这机会让给他。是，你们今天要能让我们反着劝，你们这就是爱。你们俩都不够成熟啊，宝贝儿们。说得太对了，他不够爱他。不是，是他们不懂爱，相互是爱的，也对，是爱的，但是不懂。我们呢，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归根到底，今天这场调解的的确确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说我们无法改变公司
公司的决定，工作上你们就真的只能留一个，但是情感上的选择也会受到工作选择的影响。对，来吧，是的，你们二位，对，说说看。我可能是对他有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忽视，然后听完大家的话，然后我感觉我也非常在这场恋爱中非常的不对。我回去会再和王哥再说一说，谈一谈，我们都改一改，不再影响工作。如果不行，我也愿意离开这个公司。毕竟如果我有能力，我在哪儿都可以重新来吧。你知道吗？从你今天走到台上，到此时此刻为止，你这一刻最像一个男人。好样的，小伙子。来吧，人家都说两句了。我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想的就是咱俩能够一起进步，能够在一个公司里，你带的我，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份工作做好。到后来产生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刚开始您也说就是让我走，我其实听了这种话我感觉很伤心。我没有想过说一定要让他走，一开始我还没有这么说针对，但是就是因为他说想让我走，这太伤人心了。是，再加上这三个月以来他对我的种种，我真的很难过。孩子们可能就是年轻，还不会爱，不知道女生要留在这儿未必是我多少这份工作，是我较这个劲。他想证明。对，男生真是没想到那些小心思，说他男生应该觉得我就觉得这样好像对，他没有多想。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两位回去跟王哥好好说说，看有没有机会好好留下，这是你们的希望。如果没有，合理的角度还是女生离开。那我也跟小张说，小叶姐姐这边呢也有工作机会可以给到你。谢谢小叶。来吧，咱们为他们的美好未来祈祷，但是请你们自己对未来先做出选择。有请到我们的选择台上。加油啊。综合我们的调解以及你们的真情表白做出选择，如果你们双方同时选择蓝色，代表我们今天调解成功。如果颜色不同或同时选择红色，很遗憾我们的努力失败了。让我们倒计时，5、4、3、2、1，做选择。我们先请二位倾诉人来到台上。你拉着他呀，傻孩子，人家分开了。我先问一下小伙子，你的选择是红色，啥意思？是要跟他分手啊，还是说你离开公司？因为我们今天给你们调解，这是两个维度的啊。我可以离开这个公司，但感情上呢？我还想再尝试一下，还想挽留一下，还尝试一下，你就应该挽留，傻小子，你呀、啊，我问问你，你跟他一样还是？我不是，啊，我现在就是我愿意离开这个公司，而且我也想和他分手。没想到他是想着跟我分手，然后我大脑就一片空白了，就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看来我们今天最终还是调解失败了。我们先请姑娘离开现场吧，谢谢。你后悔吗？后悔。你想过他会双双放弃吗？没有。当你在公司里介意他靠近你，你丢面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一个掌上明珠的女儿，被爸妈捧在手心的女孩，
他凑到你面前，每天中午说你吃点什么呀，嗯，我给你叫个外卖，你有想过他的颜面上挂得住吗？你有想过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考虑的是谁吗？其实戴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请你把这个女孩请过来，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让她对自己曾经这么深爱过的一个男孩，甚至在爱的过程中把自己都低到尘埃里边去爱这个男孩，就让她选择了分手放开。这样吧，我们如果此时此刻再把女孩请到台上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伤害到她的情感，我们不妨在被采当中去听一听女孩做出这个选择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很伤心伤透心了，然后这个工作机会我愿意让给她，我体谅她，她在这个公司工作一年多了，所以我选择了把工作的机会让给她，嗯，然后同时这段感情我也感觉失望了。那这份感情在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珍惜，觉得他是负担，他影响了你的事业，影响了你的前程。这时候呢，可能你心里笃定，无论你做什么，可能他好都会那么爱你。其实不是的，当有一天，你一个回身，一个转头，就会发现，那个人不一定永远的在原地等你。如果你还爱他，别放弃，成就自己，从事业到感情，好好的进步，你有机会。姑娘现在离开你也不一定是真正恨你，而是这面子下不来，而是说这个小性很多，她不一定是真的不爱你了，所以你有机会要抓住。如果她还没离开我们的现场的话，抓紧时间再去挽回一下吧。谢谢。好的。不要错过你所拥有的一切，失去之后一切都不会再来。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尽力了啊，来吧各位成员，为我们的努力鼓鼓掌吧。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魏欣怡，24岁，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专业。这小姑娘，哎呀，小清新的姑娘，小清新。对，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魏欣怡，来自北京，我现在是一名瑜伽教练，从业快4年了，专业呢有哈他瑜伽和空中瑜伽。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呢，就是想突破一下自我，提升一下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业务能力。对，好，谢谢大家。来，欢迎你，欣怡。我们节目来过很多学习瑜伽的求职者，是吧？当教练的，或者说瑜伽的这个做到比较高的层次的，因为他们每个人就是天上的地上的，是吧？这各种这见了好多了，你有什么不同？就是从小的学习经历可能会和一般的瑜伽老师稍那个不同一点啊。那么我就从小就分别学习了有武术，然后中医，对这些。中医，这不都应该是黄飞鸿学的吗？学习武术的话呢，是因为我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舞蹈，少儿舞蹈，然后家里头呢就说舞蹈你接触过了，然后呢之前你看动作片，是看你非常崇拜李连杰这些武打明星。对，你一个女孩子，你小时候看电影喜欢武打明星吗？英雄的形象给我们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肯定是更崇拜像孙悟空啊，像黄飞鸿这些英雄人物。崇拜孙悟空这正常，我也崇拜。对对对，是吧？多大开始学的武术？9岁左右。现在还在学吗？没有没有，他那个学到中学时段，正经练可能得有8年左右。8年。学习中医是从多大开始的？中医的话大约是在11岁左右，因为那会儿的话是5年级，学了一些基本功，就是理论知识，然后到那个快要学学习号脉和认知药理的时候就断掉了，因为那会儿快要初二了嘛，快中考了。中考了。对对，然后就所以没有长期跟师傅持续下去，对吗？没有持续下去，就是有基本的理论知识，也对，也没有什么后面考什么中医相关那个资格证之类的。没有没有，那就相当于没啥，就是懂点知识呗。但是童子功啊，童子功，您这2份童子功，武术和这个中医，对你后来
走的瑜伽这个道路有什么帮助？很有帮助。像那个很多同龄人说，为什么好像你比我们更成熟，或者是说比我们的抗挫能力更强，是我小时候练武术给我带来的。然后像这个学习瑜伽，你像我现在会擅长哈他瑜伽和经络瑜伽，会是主要的擅长项目。那么这个呢是中医给我带来的。对，这个姑娘说话有点闷，是吧？对对，太温和了。你是学学前教育的，毕业之后我看工作经历直接就当了瑜伽老师，看好这个行业什么呢？它的发展前景吧，因为在我选择它的时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等于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选择了瑜伽了，然后毕业之后就直接从事了这个。你第一份工作干了两个月的时间，离家远离职，工资是6000，综合薪金还是底薪？综合。那你第二份工作做的时间长，3年的时间，对 对, 对，是另一家瑜伽机构的教师，对 对, 对，2.5到3.2万，是当时的综合收入吗？月薪？综合收入，综合，哦，那还挺高的，离职原因是进修，这又是为什么呢？赚这么多就去进修了，多可惜啊！因为每到一个阶段的话，你是需要去提升的，这也是这个瑜伽和健身行业的一个宣誓一个规则吧，然后我当时为什么说选择离职去进修？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时候停下来一下了，因为之前的舒适区让自己觉得需要换一下新环境。这里边有个奇怪的，一般来讲都是在职进修多，对吧？离职进修少，那么你从工资2.5万到3.2万，要找新工作了，进修完了，对不对？对对。新工作还是瑜伽教练，工资降到了1万，进修完了怎么工资走下坡路了？因为我现在是换工作，所以对薪资上面的话，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要求太高的。我解释一下我们健身行业的薪酬架构哈。首先它有一个基础底薪，比如说它第一家瑜伽馆是6000，可能这里面底薪也就4000到5000左右，会有1000多块钱的课时费。然后第二家瑜伽馆它2.5万到3.2万，其实是累积了2年到3年的客户群体，然后他换了一个环境和另一家场馆，那他的客户群体要从零开始重新积累，所以他会对他的预期的薪酬不会像上一家那么高，所以这样理解对吗？对，需要时间的。心仪，我也在提醒你一下，你还有一个意向岗位是主播。对，主播这个10000加的薪酬是明显比较高的。来，徐磊先生跟我们的求职者魏心仪介绍一下。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可能主播的底薪也就5000到8000左右，但是因为主播现在大部分主播都是以带货为主的，所以如果你快速积累起来一定的粉丝规模，或者是你的直播间的人气到一定的水平，其实收入通常我们愿意支持的主播一个月的收入2万到3万还是有保障的。如果他做不到这个水平，可能他慢慢也就被淘汰。但是底薪肯定到不了10000，对吧？对，10000还是对于底薪来说略微高一点。哦，好的。10000是你的底薪还是综合薪资？我刚开始想的是底薪，但是现在就是说又有新的了解的话，我觉得也如果是综合薪资，最好是在15000左右。应该你是说你大概底薪接受10000以内，你也能接受，不管是主播还是。教练，对吧？对对对，但你希望综合收入都能在15000以上，对对，15000左右综合啊，我明白了，那综合薪酬就看你个人了。但这个倒是，还是能够有很好的认知，我觉得可以的。你找的这个瑜伽老师是兼顾销售的那种吗？还是纯教学？要销售的，因为这是一个行业的。那你之前有过这样的销售课程的经历吗？卖过课吗？有的有的，一直在销售。一直在销售。给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卖课的印象最深的案例。哦，最深的话，那就是我刚进入到这个瑜伽行业，当时还在任全职的瑜伽教练，是跟人家那个销售互相配合在一起，然后做销售，等于是我上课，然后他卖课，然后我帮助就是找那个客户的需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当时呢，那个销售跟那个顾客呢之间可能没有谈得太和谐，顾客当时是生日，想要一个优惠，然后你们给我优惠的话会让我更开心，我更愿意办卡好好过一个生日。但是那个老板也刚刚头两天开了会，说不允许随意的给出降价，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销售就没有敢给他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那个顾客就有点气哼哼的就走了。
当时作为旁观者，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觉得可能还有挽回的机会，还是给那个顾客打了电话，就说当天呢是我们确实没有给你申请优惠啊什么的，处理的不太得当，跟领导已经申请了一下，可以给你适当的优惠，当做礼物一样的送给你。我个人给他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因为当时我心想促成这个事情就是对自己可以，你就告诉我们结果吧。后来他就办卡来了。办卡了，好，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心仪，你的语调比较平，然后呢，没有什么激情，然后你说的又特别细，就是让人听着一片，没有重点，这个很影响你面试的成果。他来面试呢，他没有做岗前职业素养培训的相关的知识，对，也没做这个。也不是说这种人不优秀，缺乏面试的对一些基本技能和技巧。透过你这个案例，我倒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把单子签回来了，还是说你总结了销售经验？是因为我当时没有销售的经验，然后我觉得我突破了自己。对，那我的问题来了哈，就是你跟销售相当于你们是一个搭档，对吗？你们共同目标是把这个订单签回来，对，是吧？对。那你在做这个后面决策的时候，跟销售人员沟通过吗？沟通过。是他同意了，他觉得有你再出面再挽回一下客户更好。更好，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太融洽了。所以说你刚才的表述你知道吗？就单独的就相当于是你擅自的直接去联系客户，然后呢用你策略挽回了方法，这样可能让我们觉得不太符合职场的合作逻辑，包括呢甚至折扣审批的原则都会有质疑。而且如果是你跟销售商量的，其实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主意，是你们共同的策略，只是由你扮演了那个挽回者。不是，因为主意是我提出，然后他同意，然后又跟老板申请，然后跟客户联系的。而且你是买了一个生日小礼物送给他，对吧？啊，对。我这一点还是挺细心的。他要是有客户意识，做大客户也行。他一人信任，给人的舒服。就是你给他提供现成的客户，他跟踪跟进没问题。你在上瑜伽课的时候，语气也是这么一直很平缓吗？会有一点。就你又很甜美，然后呢又说的特别慢，我就要睡着了，我都很难想象我怎么能跟着你练起来呢。他这个算是一种风格还是一个缺陷呢？我觉得平缓是他的性格特点，学瑜伽可能都偏向于安静，然后但是他的那个逻辑表达是他的沟通问题缺陷。目前来看面试当中的缺陷，对，因为性格特点它不可控，但是他的逻辑表达是可以提升和改善的。这样吧，咱们换一个方式让他稍微的打开一点，给我们来一下这个技能展示。好，你要为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你自幼学习了一些中医经络方面的知识，并且和瑜伽结合之后的这种经络养生瑜伽啊。那么今天场上的企业家当中呢，我觉得顾京应该对这方面比较有研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普拉提的教练。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顾京到台上来体验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心仪。好的，我接下来要带大家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处在胆经的当令时间了，所以带大家去疏通一下胆经，因为我们这个熬夜的情况会对胆造成一定的这个堵塞。对，大家都可以一起坐起来。首先呢，我们手握空心拳，可以大拇指在内，对，四指在外，握空心拳去叩击大腿的外侧。对，这是我们所能触及到的。对，把大腿的外侧完全都敲到，对，这样的话去给他做一个热身。哎，那拍的时候感觉很疼是什么原因？一个是每个人的这个对疼痛的耐受能力不一样，第二个呢有可能是胆经会有点堵塞，比如说经常熬夜。对，敲击完胆经，直到就是疼痛感不太明显，然后微微发热发胀的感觉，那就说明血液已经被我们调动到像这个区域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这个蹲起的动作，让双腿就是更多的受到血液的供应。对，腹股沟向后推。对，然后来大家看一下顾京的这个，对，这个做的蹲姿哈，很专业，标准的深蹲的蹲姿。对，腹股沟再屈膝蹲，非常好。而且起的过程中要脚踩地，让肌肉绷紧中，对，慢慢站起来。另外，他这个膝盖是不是不能过脚尖啊？我要插一句，膝盖不过脚尖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理论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侧面的立线。
叫运动立线。嗯，深蹲不过脚尖已经 out 了哈，已经 out 了。对，完了，段东我也 out 了，完了啊。所以深蹲其实讲究的是三点联动，也就是髋、膝、踝三点要一块儿动。对，不是说不过脚尖这么简单。明白了，髋、膝、踝一块儿动。开髋的练习，我先做一下示范。现在我们是双手推地以后呢，让右脚落在左手的后方，脚的外缘接触地面后，小腿放平，后膝脚背依次落地，脚背扒住地面，使大腿骨向回，仿佛要插进髋臼中一般，启动臀腿肌肉。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感受臀和腿外侧的拉伸。我打断你一下，来，各位企业家，为了我们后边节目的录制能够顺利进行，你们不要就跟着学了啊。对，你们的心意到了就好了。雅云你也坐下吧，人力资源只有一个啊，省着点用啊。对，你先试一下，如果不能完成我们再替换。对，还可以，还可以，还不错。然后找到，对，大腿向回插，对，前腿也要向回插，对，脊柱伸展，随吸气时伸展向头顶，呼，俯身向前向下，对，双手走动向前，对，俯趴向下呢，我们会就进入到睡天鹅式，对，可以感受大腿外侧和臀肌有拉伸的感觉，也就固定上去，其他人上去也是白上去。对，很好。我们舒淇说也能做。舒淇，来来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对，可以试一下。那我觉得这个柔韧性好一点，应该就可以下得去啊。我认为啊，但不一定是真的。对，先双手压实地面，建立一个好的根基。对，很好。啊，然后现在要找正位的感觉，首先踝关节要摆正，对，然后脚背拖住地向回扒。现在大腿要做一点内旋，对，让髋正位。好，现在大腿向回插，对，好，吸气时从骶骨推腰胸颈，逐渐伸展，吸伸展。哎，我发现姑娘教学的时候，我们对她的语速感觉特别好。对对对，哇，好棒！现在我们在这儿一边呼吸一边体会外侧的拉伸感，这就是我们拉伸去疏通胆经。教学的时候挺好，挺有感觉的。对，我觉得他黏客户的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对对对，穿上这样的服装，谢谢，对，有了瑜伽垫，马上感觉他这个语言的感觉就不违和了。对，我们先掌声感谢舒淇和顾京。男企业家要不要挑战一下？来，叶月，掌声欢迎。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这个看一下这个胃经的疏通，因为刚才听说您可能是有做手术，可能有时候吃不上饭，那么胃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去调理一下。对，你看，他这个挺好 ，get 到了。哎，你做手术胃可能不好，这个就哎，说明这姑娘还是观察能力。右膝，对，弯曲，然后大小腿折叠以后，对，后膝脚背落。摆到这个基础姿势后，吸脊柱伸展，呼，背部向后靠，然后现在是右手推地，屈后膝抓脚背，对，拉脚跟来找臀，这个对男生的要求就会有一点高了。对，然后如果你能力强的话，你可以让脚跟去找向臀部。对，月月，我觉得这下你就废了。特别好，你刚才做这个动作段东特别开心啊。为什么开心呢？咱们先看叶子龙怎么做。来，好的，首先双手去推出地面，在垫子的前蹲，对，右大小腿折叠以后往两手之间落，对，后膝脚背铺平，对，好的，现在重心均匀分布在两侧，对，注意大前大腿向回插，很好很好，请保持住，脊柱伸展，双肩要松沉一点，对，现在你的双肩稍微有点僵紧，对对。叶月，你稍等啊，心仪，叶月，咱是体验瑜伽，咱现在不是演那《西游记》里边那妖精见了主人现了形了。对，手推地，背部向后靠，好，现在屈后膝，这什么海豚？弯曲后膝，同侧手抓脚背，对，同侧手也就是左手抓左脚背，对，如果够不到呢，我们平常会给一点辅助，或者使劲推一把，对，轻轻来，然后，现在能接受吗？啊，吸气准备，放松，对，稍加深一点即可。来，吸，放松，呼，吸，呼，好，做到你自己觉得能承受的位置，调整呼吸的状态。好，大约持续5到10个呼吸，放松，落下来，缓慢落。好，手推地，慢慢走回两手之间，站立起身。哇，来，厉害！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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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远，
说说刚才你在心仪的指导下完成这个动作的感受。我的，我好难受啊。对，拉伸胃经是感觉最充分的了。我的，但就挺胀的那种舒服。对，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拉完之后还蛮舒服的。对，你知道他教，因为我从来没练过这玩意儿啊。但是你教完我一次，我都有想学的冲动了。好，那太好了，尝到甜头了。欢迎你进入到瑜伽的世界。教的也蛮好的，他对学生还有一种爱，还是挺好的，很好的。看得出有这个教学的经验，顾京对你也很满意，舒淇和叶子龙也对你竖起了大拇指，不错。接下来你得自己来一段了，空中瑜伽的展示是吗？是的，空中瑜伽。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我们掌声欢迎。Swear I won't forget this. Why do I regret this? In my mind reckless,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 Sitting up, I'm breathless. Anxiety's infectious. I feel so defenseless, betrayed and embarrassed. I hate being open. I hate being broken. I feel like an ocean filled up with emotion. Anger ain't a potion. Rub it on like lotion. I can feel it soaking. Reopen, the scars have awoken.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ow.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hold,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hold,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小小的身体内蕴含着如此大的能量。刚才呢，我们的求职者魏心怡为我们带来的是空中瑜伽的空中五蕴部分，来大家谈谈观看以后的感受吧。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真的很美很漂亮。它每个动作都是很舒展的美，而且它的表情是很享受的。顾总，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是一个一般人都可以练的，还是说它有一定危险性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练的，它会有等级。当然，高级的瑜伽老师他会有这种展示类的。专业动作，请勿模仿啊！对，心仪跟我们说说，你练这个五蕴练了多久？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展示。这个牌的话，可能就排了几天时间。就排了几天时间？对对对。无论从刚才的这个经络养生瑜伽，还是刚才的空中瑜伽五蕴部分展示，我觉得魏心怡她的专业技能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大家也很认同。接下来我们看看她的职场情商如何。谢谢。来，进入到今天面试环节的职场情商课。当领导对你说能干就干，不能干走人，心怡你会怎么回答？
我会先确认一下这个是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然后是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做相应的回答。如果是我出现的失误或者是造成的问题，我会去改。我说好，那我就再提升一下，您看一下效果。心仪这道题答得挺好，就是在职场相关的职业化表达当中，你这道题答得是最好的。哦，谢谢。对，就是你反映出你的态度和分析了场景，包括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关注的是领导让你做的事情，你马上去做，而不是说有情绪，给你加分。谢谢。我觉得看他是跟单独跟你说，还是当着很多人面说。对。如果当着你就单独跟你说，他肯定是不想要你了，或者他是不是在气头上，还有他一贯的脾气，是吧？嗯。我觉得这个场景很重要，他人很多的话，有时候说给别人听的，他未必说。都没人灭灯，大家肯定对你挺感兴趣的，就连一向挑剔的徐磊先生也是依旧为你留灯。你是准备招他做主播吗？因为我觉得你不刚进修完吗？所以你后续主播是你展示瑜伽的一种方式，还是说你对现在的一些新的这种流媒体的形式有兴趣，想往一些新的技能方向去发展呢？我的目前的想法是以瑜伽为主线，因为我对这个已经根深蒂固发展了很多年了。以瑜伽为主线的基础上呢，想再升华，或者是说稍微这个老树开心花一下。老树开心花，那让我们这些老年人怎么办？所以你们更得开心花带领后来的年轻人啊。对，小叶，行，我想为我这边争取一下啊，因为那个我们是对青少年去做培训的，从3到17岁，所以有儿童体适能这个板块。因为我看到你是女子学院的学前教育，因为在你们学校上过课，就是我教过一些课程，但是就是我知道你们学校的这个学前教育在国内是比较好的了，已经算是。对。所以那你还有没有兴趣回到学前这一块了？因为你本身又有这个背景，又有体育。那我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我的 PPT， 就是我有做过孩子的瑜伽教学。你3岁的有没有接触过？3岁的是做亲子瑜伽。从他们这个婴幼儿时期还是在瑜伽这一块。对对对，是要妈妈带着宝宝做，但是宝宝的这个主动的参与并不高了。那你还愿意做这个学前这一块的体适能的老师吗？体适能我可能不太专业，但是如果是瑜伽老师我是非常愿意的。你是只接受瑜伽老师这一个岗位吗？体适能或者是普拉提你有想过吗？普拉提的话我是没有进修和学习，所以我暂时不敢胜任，但是是愿意往这个方面发展的。是了解普拉提的对不对？了解普拉提，而且就是做过很长时间的练习，但是都是小器械。好吧，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企业家，我们的求职者魏心仪今天想要来找的是瑜伽老师或主播的岗位，意向企业呢是健身或瑜伽的行业，希望综合薪酬可以达到1.5万。对对。企业家根据魏心仪刚刚的综合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进入到盘前不伤感情，来，有请布丁。给出你的岗位是实习的健身私教，偏普拉提块，但是需要有3个月到半年的学习培训期。培训是就是零薪培训，是带薪培训的，但是底薪会很少，薪资是4000，然后会提供住宿，之后综合的薪酬会在1.5万到3万之间。在天津，在天津。之后的就是岗位是私教对吗，老师？我手下会有以普拉提为主的综合训练场馆，它包含了体适能、普拉提和团课，然后更多的是以私教为主，它主要面向的是中高端人群，所以单位的课时费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虽然是工资低，但是会的。我但是我担心。不就那个培训都值钱？不，这培训你懂了。普拉提培训，就普拉提的培训本身，3个月他自己要花钱。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他自己想去进普拉提，可能还得花2-3万块钱。对，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计时现在开始。好，来，告诉我你最后的选择。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
计时现在开始。好，来，告诉我你最后的选择。我选择优势健身。祝贺杜静，也祝贺魏心怡。哎，这是这，这他爱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祝贺你啊，心怡。不过我觉得今天在你面试的环节当中，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以后也要改掉一个小毛病，不要在他没有进行技能展示的时候就贸然的下结论。也许一上来你的沟通呈现的语言样式是那样的，但是可能放在特定的场景下确实是再适合无比的。这一点也和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和人力专家我们一起共勉。来，我们衷心的祝愿他在优势健身能够发展顺利。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谢谢大家。我接受这个低于我预期的薪金的岗位，是因为普拉提是我之前所没有去涉足的一个领域，所以我需要从头学习的情况下，对于薪资的要求就要重新拟定一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2010@126.com。如果企业家想招募人才的话，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
大伙儿看得怎么样？很开心。叹为观止，毽子在他们手里面变成了一个游走于足尖的一个小精灵一样。站在我身旁的这个帅气的小伙子，就是刚才为大家带来这个花毽表演的鲍帅，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鲍帅，今年29岁，来自天津市北仑区天目镇天目村的。我学习花毽呢，从12岁开始师承于穆瑞宽教练，现在呢跟随穆怀良、穆怀杰两位教练一起练习，练习的时间呢将近10几年的时间，练了10几年。对对对，啊，现在呢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哦，在那个北仑区荣臣小学担任那个体育教师。当年是怎么跟老师学起这个花毽的？11岁的时候吧，我们在天目小学，穆玉宽老教练去挑人，挑到了我们很多的人，但是练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有的人没有坚持住，剩下了将近10几名一直坚持到现在。真好，刚才说了这么多穆怀良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第5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穆怀良老师，掌声欢迎。大家好，我叫穆怀良，今年58岁，我来自于天津市北辰区天目村，自幼喜欢花毽运动至今，我师从于天津4名腿之一邱明宽老师，谢谢。欢迎您，孟老师。先跟各位企业家啊来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大家告诉我，他们刚才表演的这叫什么花什么？花毽，花毽，对吧？都读错了，那叫什么？一听就不是我们天津的读法，花毽儿。我们一般读成花毽儿，花毽儿。跟我们一起学一下，我们天津本乡本土的读法叫花毽儿。来，3、2、1，花毽儿。读的对吗，穆老师？发音非常标准。咱们也给他们点掌声吧，哈。先请穆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花毽儿它最早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是近代的还是古代传下来的？有史记载，花毽儿起源于汉代，汉代至今2000多年了。我小的时候也踢过这个毽子，哈。我小时候踢的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它底下有一个橡胶的一个底座，里头有一些金属的小片儿，是为了增加向下的那个坠力。啊，这个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表演的这个毽子，它这个构造是什么样的？您说的那种毽子是商业性的毽子，初学者啊，甚至不会踢毽子的人啊，玩这种东西。现在我您手里拿着这个毽子，是我们经过多少年的这个进化，才的这个形成这种那个做法的。咱这个材质就是火鸡毛的，火鸡毛，火鸡毛。哦，我没吃过火鸡，但我今天摸着火鸡毛了啊。它有2个底托，一个皮子组成的。对，台上的所有的选手，他都要去参加全国比赛，所以这个毽子的分量是有标准的，8克到12克。咱们所有的踢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这重量，都是这个重量。哎，对 对, 对，就是以练为战，对吧？ 对, 对，为了比赛啊。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下啊，你看，哎，哎，大老师，大老师，哎，大老师，你这个表演没有技术含量。他那个毽儿的底托啊是有讲究的，他那个是一种那个鹿皮的反面。运动员的鞋是挑绒面的，他们两者在接触的时候有抓着力。我知道了，是为了增加它的摩擦。对对对，要是有亮面的话，它容易滑。对对对对，哎，你看我马上我这物理学的知识啊，这方面我蹭蹭的就往上涨啊。毽子这个东西，我觉得全世界也有，中国有，它是本乡本土的东西。对，这个东西能流传2000年的话，它肯定有魅力所在。是，首先。它不受场地的限制，哎，不受这个队服的限制。今天没带鞋，我可以踢2下也无所谓。对，所以呢，这个老百姓非常喜欢和被容易接纳。咱穆氏花毽已经流传到您这儿，已经传下来第4代了。咱们对于花毽有什么样的研究？首先，我们这家庭是非常和谐的一个家庭啊，这个长辈和晚辈之间呢，这个有说有笑的。关系很融洽，就跟朋友一样的说话。我们发生争吵的时候，就是踢毽儿，
在研究技术，我有我的想法，老父亲有我老父亲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最省心，也是最美观。但是别人当然踢，不见得踢得了。就是经常在家里还为了踢这个花线，那对研究嘛，研究他的技术，经常不断的研究。街上还有我弟弟，我们这爷儿几个在一块儿，就研究怎么让孩子更能接纳这种东西，更容易使孩子进步。而且我现在有特别大的感受，现在的家庭其实大家各玩各的，各拿一个手机在玩。但是我听老先生讲，在家庭里边互动，哎，有一个共同的娱乐活动，跟家庭和睦，有共同语言，有过共同的运动，哎呀，特别好。其实我倒觉得，如果能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放下手机，聚到一起。面对面的交流，真正的放松身心。对，在公司里边有个活动叫团队建设，团队建设就是要大家互相配合默契，让大家形成信任。而且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通过家庭建设和团队建设是一样的，对吧？哎，那我给您，那我给您出个主意吧，咱们道家集团愿不愿意聘请我们穆怀良老师带着他的这个穆氏花线的团队去你们那儿去做一下团建啊？真的吧？我先给您鞠一躬。说定了啊！我请您去，好不好？谢谢。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要传承文化。谢谢，谢谢。这个真的有团体协作性的这个团建意义所在，而且还强身健体。像这花线啊，平常人来讲学得快吗？作为咱们常人，比如说我只是玩娱乐这个东西，我只是为了出汗，也许有三五天、一个星期就能够，乐在其中。我们舞台上有好多50+的人，你看，就像这个。叔叔也是50+，对一件事情的热爱完全不减，对，还开始做教育传承。其实一个人，你看他的精气神只要不散，他一直保持一个职场状态，对，那么你看他，对，他会永远年轻的。对，大卫老师，我就觉得这几位啊特别的辛苦，你看他们的站姿，而且他们那个手上一直都是这样拿着，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个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吗？还是怎么样？这个老爷子在世时候，对这个形体啊，对这各方面的这个衣服啊，整穿的这个站姿啊、坐姿啊，他总在说一句话：要有人，要有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人嘛，出来你得像个人样。还有老爷子，最经典的一句话，我至死不忘。我想他们也不会忘。要想人前贵，背后要受罪。说得好，特别好。大卫老师，我就觉得其实任何一个东西做好都是要有那种老的规矩。那当然了，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其实才是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的。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些掌声。霍老师，看一下我们这个舞台，正方形的，正方形，对，这就代表着凡事都要有规矩，我们可以在规矩之内产生无限的可能。刚才他提到了穆老爷子，但其实大家有所不知，穆怀良老师继承穆氏花线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也就是他3次拒绝了老爷子让您继承穆氏花线，给我们说说这段往事好吗？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那个老爷子2016年8月30日去世了。在他病重期间呢，他总跟我说，他说的那个，你看我这个身体不太好，这个气儿队是不是？你看还那么些孩子，是不是你得管管？不是，你嘀咕嘛？你这身体那么棒，嘛事儿也没有。我也出于安慰他，就是一直在说这个。这是第一次，我就给推，变相给推了。我也不敢直接。他因为他住院有3个多月嘛，他又跟我说第二次，说这气儿队还是你弄，因为嘛呢？你要不弄呢，这堆孩子都散了。我说没事儿，你这身体多棒。嘛事儿也没有，因为我父亲打小就喜欢运动，我的祖父吧，30几年的时候就参加万国赛，自行车赛，为咱们国人争得荣誉，拿过万国赛的第2名自行车，所以我父亲身体也特别好，喜欢运动。退休以后呢，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吧，就都放在这个毽子上了。这第二次我又给拨了，后来第三次呢，因为家人都在嘛。知道吗？在医院里呢，给他刮脸啊，这个剃头嘛呢，我们有说有笑，打岔的时候，他跟我说的那个，这个倩儿，我跟你说2回，你都没给我个明确的答复，那怎么办呢？我说的没有事儿，您这事儿，您这身体这么好，怎么会有事儿呢？我说你这孩子，跟我急了，知道吗？你就直接回答我行不行吧？
我说行行行，因为当时我家里有点小买卖嘛，做生意对吧？做点小生意，这个就是批发牛羊肉嘛的。后来我跟家人一商量，就是把这买卖咱们不干了，有大到小，有小到不干就完了，就是专心就管那个这个钱儿的事儿了，是这么个过程。他说我这一答应他以后，我记得他说一句：“行了，宝贝儿，我放心了。”他就说了一句这么话，所以一直在我脑子里印着他说这句话。我看老爷子讲这段历史的时候，鲍帅的好像是情绪稍微有点激动，是吗？我们让鲍帅说两句。别说吧。说说吧。我看你的情绪一直非常激动，对。反正就是从小就是感情啊挺深。他是老师。你看，就是所有老师对这种师徒的恩情，对他的那种细腻程度，他是有爱的流动，他教育孩子，他也会投入情感。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家是教育世家嘛，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其实如果没有爱的话，对，是没有办法真的育人。对，老教练对我们都特别的好，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无论是在踢毽子方面，还是说在平时的为人处事方面，就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分那春夏秋冬，早晚，比如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是每天两练的陪着我们。要是不放寒暑假的话，就每天晚上七点一过，吃完饭了，我们到他家里面，就是一对一的，就是从来就是对我们是在严，就训练上比较严格，但是后边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特别的好。而且老教练的爱人，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也是在帮助我们啊，给我们准备一些个关心你们的，对，就是水呀，还有是用的东西啊，都特别。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训练是枯燥乏味，但实际上对你们来说，训练有乐趣，而且训练更有家的温暖，是温情和真情在，对，有一些亲情在，就是比自己的爷爷奶奶还亲的那种感觉。我想问一下穆老师。就前两次你没正面回答老爷子，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在回避他，因为我知道他病情很重。说心里话，如果我要答应他的话，我害怕他就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是，所以我一直在拖。就是对于老爷子来说，花钱这是最后一次，应该在五月份吧，他八月份去世。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在老爷子心中，花倩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情。您希望把它变成一种动力。当我接手这个花倩队的时候啊，有半年吧没说一句话。我到那儿我光看，我这十几个队员他们训练的情况，他们有的问我，我们有喊爷爷的，喊我，有喊爷爷的。有喊那个大爷的，有喊伯伯的，喊什么的都有。说也是其乐融融，像家人一样。但是问我那意思，我们怎么踢？我们踢嘛训练的时候？我当时我没加思索的，我就说：“我说你们老教练给你们留下的什么内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容，按这个完成就行了。”等于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在等一个机会。怎么进入？怎么让孩子能接纳我？好像是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比赛吧，天津市八名腿争霸赛。当时我也有参加，是吧？有幸也被评为天津市八名腿之一。打那儿开始，我就把一些个这个把我的思路就融入到这训练当中。我每天都在比赛，我不是训练，我每天都在比赛。当你比赛的时候很正常，所以我的孩子不害怕什么大型的比赛，都无所谓，因为我每天都在比，我训练内容就是比赛，一切以比赛为目标。对，因为咱要参加这个每年都有这个专业的全国性的吗？对，锦标赛。那咱们目前为止成绩怎么样？成绩非常好，比如说，薛维亚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哇！全国锦标赛女子个人自选冠军，哇！全国锦标赛女子个人规定冠军，这是2020年的时候。说到这儿，能让文亚给我们露两手吗？他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这个总踢法已经有北京选手有十几年的那个保持日，当时的原有记录是1分钟25个，借为一次，借为两次，借为三次，这价数。但是这个线的轨迹必须从头上过，从肩上过不算，真的很有难度。你从后边踢那一下的时候，实际上你是预判他的落点，真的挺不容易的。那文亚1分钟是现在1分钟，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27个。除了文亚，咱们队中还有哪位小队员啊，年轻的队员成绩不错？全国第12届农运会的时候是拿的女子个人规定动作第一名，然后在也是一位全国冠军。前两年的全国的少数民族拿的团体有第一名也有第二名。我是在广州黄埔参加的2020年是线上线下都有的比赛，是个人5项计数第一名，还有线上和薛米娅搭档的线上的一个比赛也是第一名。哦，名师出高徒啊。那个我在2019年天津市那个全国青少年花剑锦标赛花剑个人那规定动作第一名，然后花剑个人自选动作第一名。嗯，真不错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获得了那个全国的2等奖。2016年鄂尔多斯运动会获得了那个全国1等奖。厉害。我觉得他是真的热爱，真的热爱这项运动。其实关键是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因为爸爸一生热爱运动，让儿子呢又被感染。其实他们想做的是一种传承。哎，我想问问，师娘最受不了您接手花倩事业之后，什么地方？家里有买卖的时候啊，最受不了我什么，就是嘛也不顾了，全扔了，全扔了，来这帮来天津这个。所有这个全国的花签爱好者上咱这儿来了，咱得应付啊，陪同啊。哦，您得招待。对，你必须得招，你不招待哪行？不对，那我问问，这招待得有花销啊。所以嘛，这钱谁掏？这个钱那就是我们自己掏。哎呦，那我多问一句啊，像鲍帅他们这样的徒弟，帮您分担一点，应该让徒弟们掏钱呢？从来没有让他们分担过一分钱。为什么呢？一分。钱他们不让他们分担。您别说话了，您把话筒交给鲍帅，我问问，学花签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一分钱没花，从我12岁跟老教练训练，一直到现在一分钱没花，还得老教练什么的，现在怀良教练就是一直在花钱支持我们花签的事业。等于这么多年来，怀良教练接手以后，都是他自费在支持，在资助你们日常训练。的一切，对对对，我觉得这种精神已经超出了这项运动本身，这是真正的热爱，愿意为他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最原始的想法就是为家乡争光，为这个木质花件这个争光，最原始的争强争气要强。这是老爷子那种初衷。在我们舞台上，非遗的传承人来了不少，过去都是一个人，对吧？这次我头一次碰到一个团队，我的感受是，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它里面有文化两个字。对，你看在这过程里边，不光是竞技，表面看来是竞技，但实际上背后的是教孩子们，教这些徒弟们做人的道理。这里面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感，感觉有责任，师父有责任感。看，记得他那个小孩说，到了家里边跟自己家庭一样，跟到自己家一样，知道感恩。从师父身上，你就是以身作则，给徒弟们树立很好的榜样。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穆老师，我有个提议，咱们先让几位队员先到台下休息一下。因为我把他们请下去，把这舞台啊腾出来，我要干一件事儿。咱们先请5位队员到台下休息，怎么样？哎，感谢5位啊，谢谢鲍帅，谢谢文亚，哎。
今天难得能把您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哈，您别害怕，不是让您免费的给他们做团建。您看见了吗？段东，道家集团那儿，咱回头上他们那儿给他们做团建啊，让他，你得给我们穆老师。当然，我的建议就是以后多到企业招待好，哎，推荐给更多的大企业。是的，是的。做团建的同时弘扬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这不是我的想法，我最真实的想法是能不能现场教我们的企业家踢踢花毽儿。可以。哎，毽子你们都踢过吧？小的时候，这应该没有意义哈。潮汐，庄十一，来，二位到台上来，让我们穆老师现场指导一下怎么踢好咱的穆氏花毽儿。穆老师，在您开始教他们之前，你觉得他们俩的身体素质够不够踢毽儿的标准？尤其是潮汐，肚子会不会挡着毽子，掉不下来？我感觉应该没嘛问题，没问，主要就是坐办公室坐的太多。今天呢，咱们就临时抱佛脚，咱就是平踢。这个容易，我会。哎，话别说的太早啊，人家平踢，你看看人家穆老师身形多稳健。来，开始了，这范儿，哎，先起，看像不像？你别起范儿起那么足，哎，你先试几个。哎，几个？踢得好。对，我再试一个。这样算一组，应该算一个吧？对，穆老师，这左右为一对儿，左右为一对儿，一对儿。哎，踢毽子这项运动看着简单，实际上不是不错不错不错，那么简单的，比我强呀。那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啊！穆老师，我想问问，您看啊，我发现十一踢的跟您踢的就有区别，您是几乎没怎么动地儿，这个十一踢的呢，就是动作比较大，开始走。对，小腿发力，这会儿也是发力，对吧？你不要让大腿去带它。哦。你当你大腿带它的时候，你会介入身上的力量。你看我踢一下哪不用力，我哪使哪需要使劲，我哪使劲，你看我不就这样使劲吗？哎，十一，你是不是平时有这个相关踢毽的经历啊？我感觉你踢的还不错。我就是我说我从来不运动，但唯一就是我没有把踢毽子作为运动，但确实是我们公司中午每天中午搞这个活动，踢不太起来，但是呢，大家也是捡毽子的过程，因为一踢老远嘛，跑跟着毽子来，所以呢，我们就中午你再试试挑战挑战，行，脚型也好，哎对。哎，有进步，有进步。哎，你看这老，这老师踢了十个啊，踢了十个。来，接下来我们让潮汐挑战一下。哎，这音乐挺适合的，马戏团的音乐啊。哎，要不行你单腿吧，你比不过十一。哎，还不错。这是什么进步比较大？这一次啊。我可以玩点高难度的啊，人家那停在脸上，我停一下。嗯，二位看来平时锻炼的还是少一些，十一要比潮汐强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段东今天倒是真的替我们在职场当中发现了一个适合做团建也适合增进大家友谊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就是我们的这个踢毽子啊。更希望大家通过了解我们的穆氏花毽儿，能够了解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目录。首先感谢十一，也感谢潮汐，谢谢二位。谢谢。今天特别感谢穆怀良老师能带领着我们穆氏花毽儿队的队员们做客我们非你莫属。其实我们常说非遗传承就像一场接力赛，接力棒从一辈一辈传下来，传到我们这辈人的手中，我们责无旁贷，有责任有义务要把它接好接稳，而且要传递下去，不断在传承当中发扬光大，不断创新。衷心的祝愿咱们的穆氏花毽儿越踢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也衷心的祝愿您和所有的花毽儿运动员教练员身体健康，为我们大家带来更多赏心悦目的花毽儿表演。再次感谢穆怀良老师来到非你莫属，谢谢您穆老师。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 @163.com。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如果各位企业家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非你莫属，不见不散。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